十代双节棍的准备活动：一、瞻前顾后，此是用于锻炼腰部、颈部及眼神的快速反应。练习时，两脚开立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分握棍端。 置于体前，右手用力牵拉棍端，带动上体向右方尽量扭转，稍停后恢复原来状态，然后向左转体，起法相同。 力拔山河，此事用以增强腰背力量，提高柔韧性。练习时，两脚开立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分握棍端，高举过头，右手拉棍，带动上体。 向侧下方侧屈，左右交替练习。 请看侧面。 三，藏龙卧虎，此事用于提高腰背力量。练习时，坐在地上，两腿尽量分开，用铁链套住，一侧脚掌，双手用力拉棍带动上体，尽量前屈，稍停，恢复坐势。 左右交替练习，请看侧面。 左摇右摆，此事用于增强腕力和腕关节的灵活性。练习时，单手握对棍向前伸出，高与肩平，转动腕关节向左右两方来回摆动，左右手。 交替练习，请看侧面。 第一章：初级十八式。
上步，时代双截棍，初级技法汇宗。一，双手擎天。一，此式属攻法戒备性，用于扫击对方。练习时，双手分握棍上举，松开左手，右手走棍向前方轮挥，随着力点和步伐的转移，挥出的棍体经体前落到左手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二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，双手握棍，向前向侧横扫棍去劲时，在体侧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三，此式与二式基本相同。握棍时反手握棍，接棍时也宜反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练习时单手持棍，做向前挥劈，棍去劲时用腕将棍向前后提起，荡起腋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苏秦背剑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在换手时，棍向前向下轮挥，从腋下荡起身后，肩上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
请看侧面。流星赶月，第一式。此式用于迷惑对方，并保护体侧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，在体侧做一时针轮回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流星赶月，第二式。此式与上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，在体侧做顺时针抢回，请看侧面。流星赶月，第三式。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，右手在体侧抡圆一周后，在左手右腋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流星赶月，第四式。此式属组合动作。练习时，在体侧向前轮圆一周，借大臂反弹向后轮圆一周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第四式，蛟龙翻江。蛟龙翻江第一式，此式用于迷惑对方，并可上挑下砸对方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，借上臂反弹，在体侧做向前后轮挥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
请看侧面。蛟龙翻江，第二式。此式与上式基本相同，在轮挥时借手掌摊拍，请看侧面。蛟龙翻江，第三式。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用于挑击周边之敌。练习时以棍代步，向后方连续挑出，收棍时夹于腋下。白蛇吐信，第一式。此式用于点击对方，练习时右脚在前，单手持棍夹于腋下。白蛇吐信，第二式。此式与上式基本相同，练习时左脚在前，请看侧面。左右逢源，第一式。此式用于保护全身，并待机攻击对方正面。练习时单手持棍，在体前做横八字轮挥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左右逢源，第二式。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在体前做八字轮挥时方向相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左右逢源，第三式。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在体侧做八字轮挥时转身翻腕轮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
雪花盖顶。第一是，此事用于迷惑对方，并吃鸡扫击敌方正面。练习时单手持棍，在头上方做平原轮回，棍去尽时向前向右轮劈，指右腰时左手接棍，如此反复练习。雪花盖顶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同意于群战，可攻击周边，在轮回时以步带棍轮扫四周。请看侧面，八游龙禅境第一式，此式用于扫击身体两侧来犯之敌。练习时单手持棍夹于腋下，右手运棍向前向左向后轮挥，左手右肩耳侧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游龙禅境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在接棍时向右转身，右手棍向前向后向右抡圆一周，转回接棍。请看侧面，九式威震八方第一式，此式用于保护全身并打击敌方正面。练习时双手握棍，在体前做横八字轮挥，当棍去尽时将棍荡回，左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威震八方第二式，
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反手握棍，在体前做八字轮回时方向向反。请看侧面，十翻山越岭，第一式，此式用于迷惑对方，并扰乱对方视线，待机出击。练习时，双手握棍，松开左手，右手握棍，从身后向右前方荡起，指头上方，转动手腕，向体侧挥劈，借腰部反弹，将棍荡起身后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翻山越岭，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方向相反。棍从腋下向后向上荡起，支一侧肩上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翻山越岭，第三式，此式用于迷惑对方，也可转身扫击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夹于腋下，棍向体侧荡起，重侧上臂，借反弹之力，将棍向一侧肩上轮挥，同侧腋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翻山越岭，第四式，此式与三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方向相反，棍从腋下向后向上荡至颈侧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翻山越岭，第五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单手持棍，将棍向前向体侧挥劈，借以侧腰部反弹，轮棍半周向上
向后，荡起一侧，身后，正手撅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十一，海底捞月。一式，此式用于打击、缠抱敌人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，夹于腋下，棍向上臂轮挥，借上臂反弹，向当下劈击。当棍经当下行之后背时，左手撅棍，将棍荡起之右侧，右手撅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海底捞月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，右手以翻天越岭向前劈挥，借腰侧反弹于当下，铁链绕手掌一周，右手反手握棍，顺势将棍带至右腿弯里，同时左手接棍，将棍荡至右侧，右手接棍。十二，毒蛇出洞。第一式，此式属攻守兼备性，并用于突击对方。练习时，单手握拳棍，劲儿主右手向前击射而出，当棍去近之时，再向前抡圆一周，将棍荡回，夹于腋下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毒蛇出洞，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将棍折叠，向前方劈射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。第十三式，倦鸟之返。第一式，此式用于迷惑对方，并可从任何一方劈射来犯之敌。练习时，双手握棍，左手松棍，
使之向下垂落。在棍即将去尽之时，右手迅速运劲儿，将棍荡起，使之返回左手中，再松开右手，交替练习。倦鸟之返，第二式。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方向相反。练习时，双手握棍，做向前或左右侧弹射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第十次欲擒故作。第一式，此式用于右击对方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，将棍荡至于腰后，正手接棍，棍从一侧向前身外挥扫。荡起腰后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方向相反。棍从一侧向前向内侧挥劈，借腰部反弹，将棍趟至腰后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十五，叶底生花。第一式，此式用于迷惑对方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，将根向前向下轮棍，另一手反手从侧腋下接棍，然后直接向下按棍，将棍向下向上荡起，肩上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叶底生花，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将棍向下向后
向前，轮棍到指尖上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16，立劈华山。第一式，此式用于劈击对方。练习时，单手正手持棍，夹于腋下，向前向体侧挥劈。棍去尽之时，以正手接另一持棍之手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立劈华山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，持棍时反手持棍，接棍时亦反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实习先斩后奏。第一式，此式用于迷惑对方，并可劈击对方。练习时，单手持棍，右手向上挥棍，使棍打在手臂形成的跳板上，使之反弹。当棍下落时，立刻提起右脚相迎，使之返回左手中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先斩后奏，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棍从大腿弹起之时，松开手掌，铁链让手腕一周，反手握棍，然后抬脚将棍向后向下轮挥，从大腿下荡至体前，正手接棍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请看侧面，18式，收棍式。第一式，
此事用于收棍，并可带击出击和反手。练习时单手持棍夹于腋下，右手用劲向前挑击，棍去劲时抖腕将棍收回，左右手交替练习。收棍式第二式，此式与一式基本相同。练习时单手握拳棍，松开下面三指，运用腕力使臂棍弹起到 A 棍上方，同时松开三指，立即回收，握住 A 棍，如此反复练习。请看侧面，第二章出击连棍三段。第一段，第二段，第三段。一二三段连打。